你要烦恼大爷的钱啊？听讲这个庙是做灵的，希望菩萨给你保庇。不要！娘，来来等。我不会啦。你们对好吧？不要弄，我派人来抬鬼龙庙。你给我滚开！你们都跑了不要紧，我刚才求你别再对付鬼龙庙。是你这种糟老爹，你给我拍咪下。每礼拜一到拜五，暗时八点到十点，罗雀高飞。感谢普洱血氧机冠名播出。